跑哪儿骑？你去哪儿？有回音吗？没有吧。按住刘浩哥，厦门，你要去旅游吗？刘浩哥，我唱一首歌啊，最后一首歌啊。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没有家哪有你，没有你哪有我。假如你不曾养育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？是你抚养我长大，被我说的一句话，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与你共同拥有。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，却能更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。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，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。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。什么时候你才回到我身旁，让我和你一起唱。就跟那桃美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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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跟那桃美梦。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没有家哪有你，没有你哪有我。假如你不曾陪伴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？就跟那桃美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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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跟那桃美梦。感谢我小文叔送了这么多的苏米特，谢谢文叔，谢谢文叔，哇塞，感动。太帅了，好有感情的歌，这首是他让我学的。
好多小孩。文叔手速可以，文叔最近有空上网了嘛？得看他那啥，他现实好多事情，然后家里有孩子了，他都当爷爷了。啊，今天无情哦，对，文叔，你还记得不记得无情？哪天我们比个手速，行啊，一卯一卯的呗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大家别带节奏，我知道咱们家宝贝是好意，但是那个让文叔先玩一玩啊，咱们家兄弟们就是他们都是好意，因为他们知道文叔的实力，所以他们怎么看那什么，但让他玩一玩属于属于他不怎么会搞这些东西，然后你看别比一毛钱的手术咳咳，等哪天召集人马的呗，他在果果那里啊，不是无情那什么，无情来歪歪了，但是他现在还是不怎么能上，昨天在微信跟我聊来的呢，他说等他忙完了以后彻底来玩歪歪啊，他在我先和快乐 PK 一下，快乐你在吗？快乐懂了啊，快乐先生，哎呦呦，进来了，用手机了，换手机了，这丫的，快乐，文叔让你看看好玩的啊，凡哥挑战快乐，没有，他们没有玩过这东西，一毛党，他们要练手速 PK 手速，凡哥我来。先凡哥跟快乐 PK 吧，他要跟快乐 PK 手速，可以三个人吗？哦，冰雪、快乐跟凡哥，你们三个是吧？我还不会搞呢，一分钟呢，就一分钟，60秒都可以。那你怎么摁呢？这个我也不会整啊。摁哪个呀？等一下，互动应该是。摁哪个？选第几个？六号哥不服，哎。冰雪，要不然的话，快乐，你让刘浩哥手速是真快。礼物 PK， 我看啊，一毛的啊，只能一毛的啊，谁也不许玩赖。然后呢？凡哥。快乐冰雪添加选手，是吗？凡哥是这个，快乐是这样。开玩笑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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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哈哈，冰雪快乐，然后冰雪是威武霸气，哎，整个别的色的吧，巴掌吧，哈哈，添加不了了，我还想添加一下刘浩哥呢，添加不了了呀。怎么办？有没有人死？你们仨谁弃权一下呗？刘浩哥，你愿意参加不？挑几个最强的对手，要不然就没意思了，就只能一毛钱，不能多送啊！我刘浩哥的，你先弃权。刘浩哥呢？要不然就你们瞎先试一把吧，行不？我来吧，那。凡哥还是快乐弃权，还冰雪、啊、哎，咱家是不是着火了呀？怎么闻着这股火味呢？凡哥行，那让刘浩哥再来一把，你们谁赢了，你们这个谁赢了谁跟凡哥 PK， 是不一毛的啊？开始，我正常唱歌就行了呗，
是不？这一百秒啊，好，现在开始，预备，大哥开始比手术了，只有一毛钱，不要玩赖，大家都盯着贡献榜呢，本场贡献不要耍赖皮，准备好了吗？其他人不要丧，兄弟们，其他人不要丧，让大哥冰雪上错号了。冰雪，你上错号了，你就一毛钱。冰雪，你是巴掌，刷错了。冰雪，你帮别人刷呢。下面我们的第一号选手棒棒糖，六号哥暂时领先，后面的快乐紧追不舍。哦，反超了，快乐反超了。冰雪在后面一直在垫底，冰雪看来你不适合比赛，应该交给凡哥才对，是我看错了你，你居然给别人刷礼物，刷错了礼物，重来，不行，下把你跟凡哥 PK， 别人不能刷，别人不能动啊，别人不能绑，现在就是大哥之间的 PK， 谁刷下马甲的啊、哦？不许帮啊！你们想看一个公平的竞争不，兄弟们？哎，对，别人不准算啊！马上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！六号哥牛逼！六号哥秒杀全场，快乐，你是真二啊！你也不行啊你！六号哥赢了，六号哥的手速真不是盖的，凡哥。我操，差两票，快乐你就输了两毛钱，你是第二名，然后你输了两毛，然后再加上你这人比较二，三个二送给你，你就跟二标上了，我跟你讲，你也就是，恭喜刘浩哥啊，刘浩哥这个送给你，这个属于你的，哎，你冠军。下面冰雪最后一名跟房哥 PK 啊，就是一毛的啊，不许多刷，咱们主要是玩个乐趣过程就行啊，大家不要帮啊，扛不住太累了，快乐第二。冰雪你准备好了吗？冰雪你是巴掌，房哥是冰雪，你大号小号用大号了啊，冰雪房哥是那什么，我看看啊，冰雪在哪儿呢，没有这号啊，凡哥没有啊，在哪儿呢，凡哥没在频道啊，啊在呢，怎么找不着了呢，上大号了，我关一下重新弄，给他报上一下麦，我没上麦的话不行，得报麦，冰雪跟凡哥最后一把啊，冰雪你是棒棒糖，凡哥你是巴掌，凡哥没在麦上报不了啊，有了，凡哥你是巴掌啊，冰雪是棒棒糖啊，时间还是一百秒，开始了啊，恭喜我们快乐得了第二名啊，预备准备开始，不许帮忙啊，大家巅峰对决你也要玩，傻呀傻呀，凡哥没刷，凡哥卡了，完了 no no 了，我操，掉了，关键时刻掉线了，你这还咋追上啊，这不逼你刷一三一四呢吗，给这块儿、啊、你卡了，你这关键时刻拉了，哎你看快乐欠欠的，快乐我跟你讲你就欠欠的，我跟你讲你就是欠，你说你招人烦不，快乐你自己说，我不说别人也不说，你自己说，感谢我刘浩哥，下面我他们选了外援来帮他们上了一三一四，现在场面已经混乱了，家里已经起内讧了，已经乱了，谢谢我七号哥的巴掌，已经乱了，感谢我刘浩哥的棒棒糖，不行了，家里乱套了，感谢我七号哥的巴掌，感谢我，
玩不起了，我靠，自己刷一人一次，我靠。七幺哥、凡哥，你们这刘浩哥，你们这刘浩哥说我们这组不行了，就我跟冰雪，他妈冰雪你自己怎么不上呢？刘浩哥下面他要换战队了，我靠！七幺哥赢了，我靠！你说这怎么整啊？我去，冰雪傻了，冰雪现在呆滞的看着电脑，没搞明白这个是大乱斗还是一毛党。驻场最佳老铁乔哥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凡哥，我选一个人把苍狼抱上来，你和七瑶，行。哎呀，太好玩了，我靠，笑死我了，我觉得太乱了。七瑶，我看看啊，七瑶，七瑶哥你是棒棒糖，凡哥是巴掌啊，还是一百秒？准备了吗？就一百秒啊！哦不啊，对，一百秒，开始吧。文叔，你的字好小。文叔没看明白。文叔，我告诉你怎么着，让他们先战斗。我告诉你，你看现在只能一毛一个一个送，这个就不能多送。你有钱了，就是大家咱家的规定的，就不能多送，只能刷一毛的。肖哥，你也卡了。喂，肖哥卡了。肖哥，凡哥要跟你 PK， 七幺哥。待会儿让我玩一会儿行，只能送一个一个的棒棒糖。我告诉你送哪一个，文叔，假如说你负责棒棒糖，你就只能送棒棒糖，必须是一个一个送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多送啊，就一百秒的时间，看谁手速快，一下一下摁，重来。七幺哥说重来。来，等会儿这么的吧，让咱家文叔等会儿下把跟咱家苍狼 PK， 必须只能送一毛啊。你要不送一毛的话，就算你犯规。老大，不要转播公屏，然后说开始。行，大家别捣乱，别帮啊！大哥肯定不希望大家帮，知道不？快乐，你再捣乱的话，下播的话我就把我的刀拿出来了啊！听见没，快乐？开始，预备，开始！七幺哥、凡哥巅峰对决，只能送一毛，大家监督他们俩，谁也不许参与。七幺哥，七幺哥，七幺哥刷错了。七幺哥，你是棒棒糖，你不是皮皮虾，你是棒棒糖。七幺哥，七幺哥，你又傻了？为什么不带着智商来参加比赛？又傻了，你又傻了，你马上就要被淘汰了，你还刷错？告诉你刷什么，你根本你就听不懂，你怎么回事？又结束了，凡哥简直是遇不见对手了，别刷了，已经结束了。凡哥你简直是遇不见对手了，老大你转播抬出去，把他把七幺哥抬出去，他玩不明白，下一个让他缓一缓，换一下文叔。你转播他们能看到刷什么，你玩不了，换文叔跟苍狼，你玩不了，你也卡是不是？你跟七幺哥一个刷错的，一个卡的，你俩真是，哎呀。下面换我家文叔啊，文叔你刷棒棒糖只能一个一个刷啊，然后咱们家苍狼呢，在麦上没？我看苍狼啊，在呢。苍狼你是巴掌啊，你转播 OK， 来吧，文叔开始了。你是棒棒糖，苍狼是巴掌，知道吗？现在文叔暂时落后，文叔你是棒棒糖，别人不能参与，不能帮。好，苍狼现在暂时领先文叔五块钱，文叔暂时一直在落后，文叔的手速不够快，只能一毛一毛的，不能多刷啊。我们家兄弟们很乖，没有一个人参与的，兄弟们遵守比赛规则，不帮他们停，谁要是帮的话赢了也不算。好，后面的人已经追上来了，文叔马上就要超了，快乐你妹的，你就是贱的哇，你是不是神经病？你精神不正常是不是？快乐，你
妹子，你跟这个地方，你给我抬出去，打你屁股，我看不清楚了。文书暂时领先，哇，两个人不分上下，完了完了，苍狼超过文书了。最后的20秒，最后20秒，我们脑补一下这两位大哥在点鼠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，是不是抓狂了，是不是疯了，哎，有外援了，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，最后的不公平，苍狼加油，我挺你，文书暂时领先，苍狼加油，文书加油，哇，文书秒杀了秦城，文书赢了。咱家就玩不了这个，咱家一玩太乱了，乱糟糟一片呢，我靠，娇哥快乐就全捣乱的。我跟你讲，家里人多，只能参赛选手他们遵守，别人他们不遵守。快乐，来，你出来，你站出来。文书跟苍狼比赛的时候，你跟他送什么月饼啊？挡着特效。最佳捣乱者七幺哥跟快乐，我跟你讲，打人俩屁股，也什么？我看到66了，什么？对，是不是苍狼？有人玩赖，有人帮文书。咱家的七幺哥帮文书刷了一组66，他站在文书那边了。苍狼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两组。老大，礼物换20个项链，看他们谁捣乱。我跟你讲，要是换项链的话，到最后5秒，他俩都互相偷打，谁也不送。到最后5秒，看谁送的我。你到95秒的时候都不会有一分，我跟你讲，你到95秒，俩人谁都不动，就到这5秒。你要快乐冰雪，冰雪你在不？那咱们就最后一把了啊，就最后一把秒了，不玩了啊！恭喜我文书取胜，战胜了苍狼选手。那最后一把了啊，不要外援啊，谁也别捣乱了，最后一把啊，就这一把了啊！你帮我开一个，要让他们先开始刷进节奏，你再开始。你帮我开一个，我用电脑试试比他们快不？行啊！欢迎孙行者。你们都要玩啊，那人不够啊，只有3个人呢。哎，这么的吧，咱们就这么的，欢迎孙行者，咱们就玩，谁都可以参与的，但是必须得有1毛，你们爱刷谁刷谁，这样不就玩行了吗？对不对？分组分队的哦，战队的呗，反正就最后一把了啊，玩了就不玩了。战队 PK， 120秒，七幺，这个选择谁？冰雪，没玩过的吧？选没玩过的。快乐，快乐，你看你这，大家对你多期待，你说你这啥人缘，让你捣乱。不是这个吗？那重来一个，看看耳朵。行，那你们说的哪一个呀？就是这个战队 PK， 就是这个啊，礼物啊，啊，耳朵，耳朵，耳朵。耳朵，你是棒棒糖，七幺哥，七幺哥你是巴掌啊，别整错了啊。最后一个谁？看海，看海说他要上，他换手机了，就1毛的，不许玩赖啊，把看海给我抱上来。看海，全部换手机啊，兄弟们，全部换手机啊，都换手机啊。看海呢？
我电脑，你电脑肯定不好使。咱家看海哪儿去了？把看海抱上来，他在呀，啊这儿呢。看海，你是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也是一毛的吧？这笑脸这个啊，这个吧，笑脸这个啊。啊，礼物 PK 就开一个礼物吗？都要一个礼物啊？啊，好，那都是棒棒糖吧。棒棒糖在哪儿呢？开不了一个礼物，没有一个礼物的，只能这样了。一百秒啊！看海，你是笑脸；七幺哥，你是巴掌；耳朵，你是棒糖，别刷错了啊！两个队，一个船，一个棒棒糖。两个队，那把七幺哥去掉，玩过的就不找，看海没玩过，还是怎么的？一个棒棒糖，一个游轮，开一个糖，两个游轮。这是咋玩啊？这啥意思？没有游轮，一个礼物只能选一个。啊，你们刷糖就行了，啊，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了。不管开什么礼物，大家刷糖就行了。两个队，一个船，一个棒棒糖，大家都刷看。哦，就两个队呗。那去掉谁呀？这三个人，谁弃权一下？你们仨谁弃权？快！啊，是随便是不是？都可以参与。那行，我还以为啊啊啊、哦，一个船，一个棒棒糖。来吧，开始了，预备，最后一次巅峰对决，七幺五六，谁与争锋？人必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快乐。加油吧，兄弟们！想帮谁就帮谁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那七幺哥那边是啥意思啊？你们这样好玩，七幺哥那边怎么办？啊，全场最佳手速啊！哦，都是棒棒糖啊！哦哦哦，明白了明白了，七幺也可以刷棒棒糖。哦，我还以为是怎么回事啊？都是棒棒糖，我放弃了，老大。我放弃老大了，我快加油，兄弟们，比你们的手速的时候到了，我们家的三票在哪里？全场最佳手速，这啥意思啊？游轮偷塔。我不给你们转播了行不呀？我让你们看我行不？我不重开了，就这一把了，这是他们要求的，我必须得转播呀。来了来了，四三二一，看海牛逼啊。快乐赢了，快乐，你手速这么快，我操！快乐，你不光烦人，你会捣乱，你还能赢比赛呢。他九个在刷，这么多裁判在这块儿，快乐，你羞不羞？你丢不丢人？你丢不丢人？羞不羞？今天智商不在线，我没玩过这玩意儿，我不会。他们让我怎么整？怎么整？我到现在没弄明白。老大，你现在看明白没有？我以为是看海赢了七幺哥呢，不来了。
不来了，我都看不明白，太累了，太他妈累了，我靠，这给你们看呢，我526连胜，你给我们整晕了，你们还给我整晕了呢，快乐你作弊，谢谢快乐，打死你，你这嫁人了可怎么整？我告诉你，我嫁人的话，我理财可厉害了，你看我一毛都整不明白，你给我撇个100万，你看我能整明白不？我小数整不明白，我大数还整不明白呀？看一下本场最佳，我看看，怎么从哪能看本场最佳呀？没有没有，看看不见本场最佳，最佳快乐哥开 PK 呢，啊、哦，看看，快乐，你说你多羞你，你作弊。在哪儿啊？本场最佳没有啊？啊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。我最后给大家唱一首歌啊，最后唱一首歌，我们一起下好不好？谢谢我们家大哥们，妈的，我钱有用，妈的又花了600多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我要唱一首歌了，唱一首歌该下播了，我靠。就怪凡哥非得让人玩这玩意儿，都没整明白，到现在我都没整明白最后一个是啥意思。哎呀，唱一首西海情歌，分组才好玩，不会搞这些东西真的没玩过，那是你笨你傻呗。欢迎莫城回家，看还526连那个连上了，一首西海情歌，牧尘你天天这么晚回家干什么？谢谢我们家阿提，谢谢，哇阿提你这么帅你妈知道吗？老大把这首歌送给你，抱一下阿提，离开以后从此就丢了温柔，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，听寒风呼啸依旧，苍狼眼望不到边，刺刀割我的脸，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，呜咽着苍茫的高原，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，可你跟随那蓝鬼像风筝断了线，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，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，等到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，爱在难以续前缘，回不到我们的从红前，谢我谈情说爱，谢我家苍狼，谢我家阿迪，谢谢。眼望不到边，风似刀割我的脸，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，呜咽着苍茫的高原，本书还记得你答应雪儿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，可你跟随那蓝鬼的候鸟飞得那么远，爱像
下的诺言，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间，谢谢耽误了，等到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，爱再难以续前缘，回不到我们的从前。秋姐，我看见你了，现在看见了，你的字太大了。谢谢凡哥，谢谢，欢迎四哥，感谢咱家无聊。看见你了，舅姐。一起唱。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，可你跟随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，爱像风筝断了线，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，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，等到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，爱再难以续前缘，回不到我们的从前。这首歌没唱好，这首歌唱得太好了，简直了，耳朵都怀孕了，你肯定是少打了几个字儿。好了，我最后一首歌唱完了。今天我刚回来，然后播的时间有点长了，我不能再磨叽了。今天刚下火车，刚才我卡了，刚才拼手术，我用手机还要参加，就是看不见。用手机老大看不见你打字，下回你打字儿，你用彩色的字儿，我老大就能看见了。明天跟你玩好不好？咱家纠结，谢谢我家纠结今天给我卡的黄码啊。要串回来了吗？啊，不知道呀。肖哥说了，凡哥，我刚才赞助你好几组一三一四，你还我。凡哥钱有用，他说。好了，今天直播就到这儿吧。啊，我真的要去休息了。谢谢我们家所有的守护，还有大哥们对我的陪伴，公屏我们家所有的小伙伴们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特别的开心，文叔回来了。文叔，你常过来看看我呗。行不？然后文叔注意身体啊，咱们等你回来。然后谢谢我们家苍狼纠结，谢谢大家。文叔你早点睡啊，别睡太晚了。然后没事就过来啊。拜拜，宝贝们，晚安喽。晚安，文叔，拜拜。